哭啊？很苦吗？嗯。我尝尝。和你。说话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我真的不想介入你和哥哥的感情，但我控制不住我自己，我只有这样子的疼痛，才可以让我麻痹自己。只要你不伤害你自己，就一定还会有办法的，一个对你。对大家所有人都好的。